奥运我爱你的新闻发布会，即 DotAsia 国际顶级域名赠送仪式。那在这里呢，先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呢是来自中央电视台奥运频道的节目主持人，我叫华北。奥运射击冠军杨凌，奥运竞走冠军王丽萍，体操世界冠军杨波，短道速滑世界冠军小杨洋。小杨洋应该说是非常忙，最近正在齐齐哈尔举办全国冬季运动会，那么这几天也应该在比赛期间。今天上午呢，我还参加了这个短道速滑比赛的直播。袁刘化、王劲松、沙溢、沈畅、杨美林，偶像组合后舍男生。哦，在那儿，偶像组合后舍男生，还有青年歌手杨子姗，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谢谢。好，各位领导、媒体的朋友们和剧组的同仁，大家下午好。站到这里很激动，因为导演应该是拍得好，比说得好，所以如果今天我说的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希望大家把它掐了点播。那个，首先感谢各位来参加我们这一个《家和万事兴之奥运我爱你》贺岁剧的发布注册。那我们在准备这个事情的时候，刚好就是2008年奥运会，还有就是我们在宣传我们对于商标还有就是知识产权的这个保护方面的时候，我们发觉到有一部分是以前所有那些顶级域名，不管是点 com 啊或者是在内地点 cn， 有一部分没有完全去做到，就是那个明星名人方面的域名没有好好的保留。你比方说你们现在看有很多不管是内地或者是外地的明星名人，他们自己的点 com 的网站也是被抢注了。比方说现在内地比较著名的在国际比较著名，可能汤唯在最近我看在看这个汤唯点 com 的时候，也是被人家抢注。上开放了一个时期，在我们二月完全开放之前，有一个明星名人的优先注册的题，这一次所以也配合了这个家和万事兴这个这一部局的这个宣传，我们先把一部分的域名先送赠了给这个也刚好是这一年是那个奥运的那个主题方面。好，那个保持刚才那个姿势，就手插在兜子里面，哎，这样很帅，非常帅。不要动，还插在这等着啊。接下来我们有请左岸青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周辉先生来接受到 H 赠送的域名，有请。啊，对，然后请工作人员把这个，这是什么赠送的证书是吧？啊，好，我们请媒体朋友抓住这个镜头。今天李周辉先生呢，手里拿的这副可能是证书，要不要打开看一眼？因为这个证书里边呢，可能是所有的演职人员、导演、工作人员全都会得到这个域名的一个证明，而且是免费的哦。好，谢谢。在开启香槟之前，我要跟我们的奥运冠军以及我们的现场领导说一句啊，在开启之前呢，我们要高举一次的高喊一个口号，叫我爱奥运，我爱 DotAsia。好，请把香槟拿起来。这样吧，王川先生，您那个带头来拿。然后高敏，你代表我们体育明星拿。来，酒店的第一个红人。
苞米，苞米还有很多大众情人呢，他打脸不好，你知道吧？对，哎，你可以对着小羊羊没问题，小羊也可以对着他。来，现在咱们高喊口号，口号，注意注意啊，口号是我爱奥运，我爱刀爱神，预备开始，我爱奥运，我爱刀爱神，谢谢。